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哥，就是今天呢，去街上买了一点这个豌豆回来，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去把它种起来，就是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吧，先去茅坑里面去挑一挑粪，然后去那个田里面。在这里我爸已经把这个土箱已经挖好了哈，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窝给打起来哈，现在就把这个豌豆也放在这个小窝里面哈，每个里面给它放个四五个。放多了也不行，放多了但是它那个肥料不够，像这个豌豆它很多已经坏掉了，像这种它只有半个，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不会长芽出来，像这种的就不能要了，就坏掉了，就丢在里面没什么用。把这个豌豆丢好了，现在就把这个粪水给它倒点在里面，像我们农村的话一般都不用化肥的，然后就是自己家的那个茅坑里面那个粪水敲过来，这样子做肥料。现在就把这个土给它，把这个窝给埋起来哈，然后过不了多久呢，它就可以发芽了。现在这一个角落的豌豆哈就已经种好了。